故本经以圆生四土，它上面加了个圆字，圆是圆满。这四土，你只要生一土，四土都圆满，而且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证得三不退。阿弥陀佛在十九愿里面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，往生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致菩萨。阿惟越致就是三不退，你就圆证三不退。这个是稀有难逢啊。要知道这桩事情是真实的，这桩事情才叫大事。遍法界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刹土里，没有比这桩事更大的。我们今天有幸能够遇到，能不感恩吗？能不珍重吗？能不发心在这一生成就吗？那你就大错特错了，没比这个事情更重要了。怎样才能去？印祖教我们，把十字贴在额头上，就是时时刻刻想着我就要死了。这什么意思？这是叫你放下身心世界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叫你这个。我也常说，劝勉同学，我把今天这一天作为我这一生当中在这个世间最后的一天。今天是我最后的一天，什么事情我应该做，什么事情不应该做，不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吗？应该做的就是发心念佛，求佛戒烟，其他的事情都是次要再次要的。这些次要里面，第一个次要的帮助有缘众生，劝导他们发心念佛。这是次要的，再次要的可以放下了。必要的时候这桩事情也能放下。先到极乐世界，到极乐世界成就之后再来不迟。这是世尊出现在世间，为一大事因缘，这就是一大事因缘。我们不能不知道，不能不把这个缘分抓住了。